就喜欢这样的小电机，这个东西可好，家里要是有几个我都能把它玩出花来。这个是今天做的手持沙袋机，用的 30×533 的沙袋，就差装一个把手了。选择一个木质把手，直接把这个木头打成通心的，装上地台插座，开关放在拇指这个位置，方便开启和关闭。来听听这个小动静，这可不只是玩具了，正经干活能用的，非常不错。